我们这里就是一发展成一个嘉义民主的人民论坛，对，然后我们之后就是希望可以把民主的意识深化到基层各个民众。我们不期待每个人都和我们一样都对服贸感到反感或者是反对，可是我们期待更多人一起来讨论这些事情，这件事情该怎么完成，然后我们必须凝聚更大的力量，让政府来正视我们的声音。台北发动之后，我们在嘉义也开始希望响应台北的活动，觉得应该要在嘉义地区跟我们嘉义的人民共同来讨论，到底我们的黑箱服贸对于我们嘉义人民有什么样的影响，造成什么样负面的效果，而不只是像政府所说的永远只有利大于弊。所以我们从3月19号开始，在这个嘉义市政府前广场，我们开始做了一些一系列的活动。一开始其实原本只是有几个朋友可能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来邀请嘉义人民来关心这个议题，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多嘉义的人民聚集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很迫切的希望能够了解到底两岸服贸协议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对台湾的冲击是什么，甚至大家也透过这一次的过程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政府在选择他的利益的时候，其实是把人民的声音搁置在脚下，希望能够继续在这样子的公开的讨论情况之下，让我们更多嘉义的人民能关心这些社会政策、社会议题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促进社会的改变。所以我们觉得唤起公民意识是我们这一次很主要的一个主轴。那过去这20多天来呢，我几乎每一天都有来这边参与。那一开始来参与的目的呢，只是一开始是因为接受到新闻上的消息说30秒通过，然后黑箱协议，然后后来我就觉得，然后后来又响应到遍地开花，于是我觉得我们在地经营，我们应该要朝在地经营的方式去做。于是我就来到这边，然后来到这边以后，就是认识这一群人，然后就跟他们一起去组织这个人民论坛。那以我这个学，我以我这个学生的经验来讲，其实像以前我们，比如说班级在决定事情的时候，都是由班级干部处理，也就是说是少数的决策圈去处理。那其实相对于有一些少数人的意见，他们虽然有被提出来，但是他们不被认可的话，那就形成一种多数的暴力。那呼应到这次的服贸也是一样，都是由高层去决定每个人的生涯发展，甚至是台湾整个经济的走向、整个的政治的走向、整个未来。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站出来，在这个地方贡献我自己的一己之力。可能这个力量很小，但是我会希望能够用我这个力量去渲染更多人，然后唤起所谓的公民意识、人民意识。长辈们的却步让我们非常的担忧。他说：“哎呀，你拢唔知，迄以前个咱嘉义这边228的代志。”哦，我不爱讲。所以我们更觉得这样子的问题还存在嘉义的脉络里，在历史的脉络里。好，所以我们更觉得我们应该要逐步的去跟在地做更多的连结，做更多的脉络上的结合。好，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思慕鱼计划，小小的思慕鱼计划。好，我们就叫思想起。第一个思其实就是一个思想的碳足迹，思想的碳足迹要缩短。什么叫思想的碳足迹要缩短？就是台北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也会发生非常多的一些行动，可是还是要回到嘉义在地的脉络，嘉义在地的行动去解决那些真正的问题。所以这个思是指的是一个思想的碳足迹，要在地发生，在地行动。思慕鱼的慕呢，慕就是视野。所以我们在这一次21天的行动里，我们一样对很多铺子、布袋、义竹各地的店家开始收集、收募这些友善公民的店家，让整个嘉义、大嘉义地区所有的议题能够透过这些店家，让更多人去认识我们的嘉义，还有各地会发生其他不同的问题。鱼呢？鱼是指布袋的这个萨巴鱼，每一个人也就像是这只鱼一样，漫游在整个嘉义，漫游在整个海岸。这就是用一个在地的思考、在地的脉络去解决一个在地的问题，最根本的精神。好，想呢，就是一些想法，智库的形成，我们会邀请一些
在地的议题团体，在地的工会，好在地的各个不同议员，从我们的社会的实践力一直到真正的政治影响力。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像我们这样子的行动，一个思想起的思慕于行动，才是真正为嘉义地区作为一个这个论坛，这一个市民广场而能够持续作为一个民主的目标持续下去。好，目前我们已经请派报的部分那边做好文宣的一个准备，印制文宣的准备，在4月16号开始，我们将会不定期的在嘉义市的东西区先展开攻势。我们目的是要四处宣讲，在场发放文宣，先让民众了解什么叫服务贸易协定。因为其实很多人他们只能透过荧幕前去了解到什么叫做服务贸易协定，却不了解政府所操纵的黑箱作业，却不了解媒体他们其实都在操弄我们所谓的真相。那先让人民了解深耕基层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会做的一个行动是拜会国民党在嘉义的党员，先了解他们对于服贸的立场，不论支持或反对，一定都是有一个立场存在。那我们要了解他们的论点，那我们会让他了解到一句话很重要：党意绝对不能凌驾在民意之上，党意绝对不能凌驾在民意之上。这一点是非常，也要让他们有个深刻的体认。那最后一点呢？关于嘉义这个地方，有85个产业工会的会长。那我们也会选其中在这服务贸易协定里面18个产业的会长，我们会做一个拜会的动作。那我们会希望他们能够表达他们立场，或许他们有时候有些人不方便，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是会尽量表现出我们人民最大的诚意，去让他们就是跟他们做进一步的沟通，进一步的协调，去了解他们的立场之后，收集各方的意见，接下来汇整成一份完整的资料。我们不仅会提供给地方政府，同时我们也会提供给我们在各地的学运团体里面做一个简单的民调的一个资料的显示。不仅是服贸，我们也会让各位了解到说关于动保、彩虹，关于现在年轻人现在社会上所关心的议题，我们也会一起去关心，让大家知道说嘉义人还有我们在慢慢的默默的耕耘基层。为着希望，让爱站出来，嘉义公民崛起，反黑箱，要参与，家己的嘉义，好，谢谢大家。